的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八月二十一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喜庆日子。第二次复讲《无量寿经》圆满了，这次复讲。 从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二日动笔写稿，到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一日录音录像圆满完成，历经四百六十二天，七十万字，讲了一百集，圆圆满,满满，太妙了！今天。 是这次复讲的最后一节课，我想重点和同学们谈以下四个方面问题，这也是我这次复讲的心得体会吧。一，我为什么要第二次复讲《无量寿经》？一。 兑现我自己说过的话。第一次复讲《无量寿经》之后，我曾经说过，如果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都允许的情况下，我想在有生之年把《无量寿经》多复讲几遍，因为这部经太重要了。 至于我还能讲多少遍，我不知道，一切交给阿弥陀佛安排。二，满足网上同学们的要求。第一次复讲《无量寿经》之后，网上有同学提出，讲的太浅，听了不解渴，希望我讲深一点。我想。 这是一位认真学习、认真修行的人。他对经教的学习有了一定的基础，他渴求提升。我不能不满足他的要求。他给我提了一个醒：学习《无量寿经》的人是多层次的，他们对经典讲解的浅深程度的需求。 也是多层次的。打个比方说，就说喝水吧，有人喜欢喝白开水，有人喜欢喝淡茶，有人喜欢喝浓茶，有人喜欢喝奶茶。如果说我第一次复讲《无量寿经》是白开水，那么。 我第二次复讲《无量寿经》是淡茶，也有浓茶、奶茶的成分。这么说吧，这次复讲，我尽力兼顾到各个层面同学们不同的需求。但如果说满足各个层面同学们的需求，这是我力所不及的事情。今后。 我会继续努力的。三，把竹筒里的豆子倒干净。二十年前，我重病在身，随时面临死亡。就在我静待死神降临的时候，我有幸闻到了佛法，得到一本《无量寿经》汇集本和一套。 老法师讲《无量寿经》的光碟，我二十年不换题目，不拐弯儿，专听老法师讲《无量寿经》。我听懂了百分之三十，我受益了。十万个找不到答案的为什么，在《无量寿经》里都找到了答案。我明理了。 我得救了，我受益了，我解除了缠缚，得到了新生。我不但留住了生命，还得到了慧命。我不是一个自私的人，我不能满足我一个人受益就行了，我要让我的同修们都受益。二十年前。 我病过，苦过，难过，痛不欲生过。那种无助、无奈、无望，是一种什么滋味？我亲身体验过了。我不愿意让我的同修们再去经历那些我已经历过的苦难，所以我想把我二十年。 清经文法的心得体会，一一说给大家听。经验也好，教训也好，我都会毫不保留地说给大家听。就像竹筒子倒豆子一样，一颗都不剩。如果还有一颗豆子没有倒出来，我都觉得对不起大家。 在有生之年，我要继续全心全意为众生服务。最好的服务，就是弘扬这部《无量寿经》。在主观条件、客观条件都允许的情况下，我将会用各种不同方式方法弘扬这部大经。 四抛砖引玉，引出圣先生。抛砖引玉，引出圣先生。这是我复讲《无量寿经》的初衷。记得九年前，师傅老人家嘱咐我，带几个学生，培养弘法人才。我当时。 没有正面回答师傅行还是不行。我知道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我不能说行，说行那是说大话，我不能骗师傅。我也不能说不行，我说不出口，我不忍心让老人家失望和伤心。当然，我这是凡夫之见了。 可当时我真的就是这么想的，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里，九年了，我不敢忘记师傅的嘱咐，我一直在默默的观察、寻找、发现这方面的人才。诸佛如来知我心，满我愿。 两次复讲《无量寿经》，把圣先生引出来了。这里面有出家法师，有在家居士，有男众，有女众。不久的将来，当机缘成熟的时候，会有一批人弘扬正法。佛门自有后来人。 净土法门自有后来人。我这一次说如释重负，是真真实实的如释重负了。我可以向师傅老人家报告好消息了。抛砖引出圣先生，全心全力弘大经。 刀山剑术从容过，妖魔鬼怪奈我何。五，师傅的心愿。师傅老人家希望我讲《无量寿经》，但他从来没有当面向我提出过。这正是他老人家慈悲之所在。那些年。 我照顾老伴子，腾不出手，脱不开身。师傅知道我的辛苦和劳累，老人家尽管内心非常希望我讲《无量寿经》，但他不忍心加重我的负担，所以师傅闭口不提这件事。二零一八年。 我给师傅写了一份请示报告，报告我想讲《无量寿经》这件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师傅在很短时间内就给了回复，同意我讲《无量寿经》，而且越快越好，弘扬这部《唱佛本怀》的《无量寿经》。师傅老人家。 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对于这一部大经，不但要讲出来，而且还要演出来。讲演讲是讲出来给大家听，演是做出来给大家看。无量寿经是活的，不是死的。人有魂。 经也有魂呐、啊。讲这部经的人，要把这部经的经之魂讲出来、做出来。讲演这部经的人，就是一部活的无量寿经。有同修可能会问：什么叫经之魂呢？这个是我个人的认识。 说错了，自负因果。我认识的精之魂，就是一句话：祈愿一切皆成佛。这些年，我努力向师傅老人家学习，惭愧呀、啊，因自己的德行不够，契入不了老人家的境界。 虽然努力在学，但学的不像。我非常羡慕师傅老人家，学释迦佛，走释迦路，弘释迦法，学的那么像，做的那么好。师傅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下面讲第二个题目。二。 生于乱世是不幸的，乱世中闻到正法是不幸中的万幸。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名不虚传的乱世。这是一个有人类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乱世。 我们身在其中，深受其害，束手无策，无可奈何。人类的生存已经岌岌可危，人类向何处去？已经到了做出抉择的最后关头。谁来挽救世界？谁来挽救人类？答案。 只有一个中国，只有中国。为什么？因为中国有大乘佛法，中国有五千年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像中华民族这样的族群，大乘佛法。 兴在中国，这是历史的必然。什么叫中国？有大乘佛法的地方叫中国。在这个地球上，真正有大乘佛法的，只有我们中国。大乘佛法在中国的兴旺，它的无穷魅力会给这个世界。 带来千年盛世，我们任重道远，奋力前行吧！念佛法门在中国承传，这是历史的必然。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有中国领航，这是历史的必然。自豪吧！ 因为你是中国人，我为什么说生在这个乱世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在这个乱世之中，我们闻到了正法，否则我们将在六道轮回的苦海里沉沦，永无出头之日。 这一次写讲稿，和同学们交流。我把我自己写明白了，我把自己讲明白了。那个小灯泡，一个接一个的亮。那种美妙的、身临其境的感觉，不可言喻。那种油然而生的感恩之心。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真诚心的感恩和口号式的感恩感觉完全不同。真诚心感恩能感动自己。这次复讲圆满之后，我最想和同学们说说我对感恩的认识。我第一个。 最想感恩的是阿难尊者，感恩他的情法，给我们请出了一部能够救度末法九千年苦难众生出离苦海的无量寿经。阿难请法功德大，我们都要感恩他。没有这部无量寿。 众生靠啥得度啊？我们至诚感恩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佛为我们宣讲的无量寿经是：一阿难请法，亲自听释迦牟尼佛以事实真相而说的经。 二是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里唯一一部多次宣讲的经，这部经在佛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任何一部经都无法取代的。三是释迦牟尼佛宣讲的。 唯一一部唱佛本怀的经，多生多解，佛就想为众生说这部经，但因众生机缘不成熟，佛不能宣讲。今天，众生机缘成熟了，佛终于可以酣畅淋漓的宣讲这部大经了。 四是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中的唯一正说。正说就是真实说，就是真谛。有没有第二部经是正说？没有。正说、真实说，只此一部经，没有第二部。 其余的经，都是随顺众生不同根性而说的方便说，也叫全说。五是佛法里的第一经，千经万论，三藏十二部是百川，无量寿经是大海，百川归大海。 大海纳百川。六，是一乘经典，是大成里的大成，一乘里的一乘。七，是诸佛如来共同赞叹、共同宣扬、共同护念的经。八，是三个真实。 集于易经的稀有难逢的一部经，真实之计。讲宇宙人生的真相。这是佛的正说，也叫真实说。真实智慧，开启众生真实智慧，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 真实之力，给众生最真实的利益。这个真实利益，就是把无量寿经和念佛法门介绍给一切有缘众生，帮助众生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回归常寂光。这是无与伦比的真实利益。 这三个真实是无量寿经的核心。九是一部气理气机的经，上气诸佛所证之理，下气众生不同根性。十，这是良土导师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 共同说的一部经，这部经是良途导师专为成佛基础的人说的。这部经重点斗托对象是在家中。记得第一次复讲写讲稿时，写到这里，我感动得泪如泉涌。佛呀，佛呀！ 你怎么如此慈悲？你怎么如此智慧？你怎么如此明了念佛人的心？写到这里，我惭愧到无地自容。学佛这么多年，我竟不知道《无量寿经》是佛为我说的，我算什么念佛人呢？我突然明白了。 为什么我看见香港大屿山的那尊大佛流眼泪了？我太愚痴了，大佛怜悯我呀！十一，是佛圆满的智慧，圆满流露的一部圆满的经。如来所以兴出世。 唯说弥陀本愿海，三个圆满，谁能做到？除了佛，没人做到。当你成佛时，就做到了。我们现在接受佛的教诲，在修行的道路上，有那么一点点小进步，就以为自己有了什么本事。 有了什么能力，开始飘飘然，供高我慢，不断增长。这样的人什么都学不着，他将一事无成。学佛人一定谦虚谨慎。你对阿罗汉不认识，对菩萨不认识，对佛不认识。 你把自己想的比他们都高，你怎么能有成就？这样走下去，你会入魔道的。十二，是一部帮助众生通达无上甚深微妙法的经。无上甚深微妙法，就是这句阿弥陀佛佛号。 怎样通达？读《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佛号。十三是一部既究竟又方便的经。什么叫究竟？一生成佛，了生死，出轮回，这样的经就究竟。什么叫方便？容易学。 容易懂，容易成就，在佛所讲的所有经典中，既究竟又方便，两个条件同时具备的，只有这一部《无量寿经》，除此之外，没有第二部。十四是视现佛法全体的一部经。 本经列举了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弥勒菩萨,勒菩萨这三位菩萨是出家众的代表，在这儿可以看出这部经代表了佛法的全体。普贤菩萨在本经代表静谧不二。 文殊菩萨在本经代表禅静不二，禅就是静，静就是禅，一句阿弥陀佛，禅静密全包括在其中了。弥勒菩萨代表当来成传，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弥勒菩萨。 在世间视现成佛，成为贤接中第五尊佛。他弘扬和守护的仍然是这部《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不但是显示佛法全体的一部经，也是显示所有宗教全体的一部经。师傅老人家。 多年来，力倡世界宗教是一家，那个一家是什么呀？原来就是阿弥陀佛。殊途同归，万法归一嘛。十五是帮助众生一生决定平等成佛的经，《释迦本师》。 大慈悲，宣法度众心无为，无量寿经做法传，西方联邦做指归。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宣讲了这样一部无上大法，我们要知恩报恩呐、啊。 我们要至诚感恩，夏联居老居士，眼观十载会大经，圆融无碍化众生。第一善本法界传，极乐联邦是故乡。我们要至诚感恩，黄念祖老居士。 佛门龙象早开悟，历经磨难和困苦，抱病驻京笔不辍，留给后世做词舟。我们要至诚感恩上净下空老法师。一个甲子悲心见，障难重重怨更坚。 讲经教学六十载，佛门独一无有二。我们要至诚感恩上海下弦老和尚，九十二年不拐弯儿，一句弥陀老实念，自在往生真自在，非凡大法他表演。 我们要至诚感恩刘素清老居士。普普通通一老太，平淡无奇很一般，往生之时演大法，石破天惊九千年。我们要至诚感恩五位大菩萨，组团弘法度众生。 感恩连念净海清，组团娑婆渡群蒙，师承一脉弘大法，普渡莫法苦众生。我们要至诚感恩印光祖师，带着使命来世间，仗法弘法，他都演。 为诸众生选法门，持名念佛是他选。一代宗师不简单，弘传正法整十年。十年不长也不短，教化众生无量遍。开示言简又意赅，字字句句像利剑。 众生听了受震撼，不会傻傻等驴年。我上面说了这么多感恩的话，要表达什么意思？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生在自由人类历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乱世，是不幸的。 但我们能在如此不堪的乱世之中闻到了正法，尤其是闻到了无比殊胜的净土念佛法门，是不幸中的万幸。感恩诸佛如来的慈悲加持，感恩老祖宗的慈悲护佑，中国人。 在这个世界，无比殊胜。得人生不容易，得一个中国人的人生更加的不容易。没有大福报，生不到中国来。可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秘密。是秘密吗？是，也不是。对于知道的人，一点儿。 不秘密。对于不知道的人，还真是秘密。前些年，移民大潮席卷全国，就像大海涨潮一样，一波大浪涌过来，卷走了一大批站在海边观潮的人。就是现在，移民的浪潮。 仍然一波接着一波。前几天听到这样一件事情：某外国新冠疫情失控，死了几十万人。有很多华裔想来中国，答复是回国可以，医疗费自付。听说这些人翻脸了，说什么？ 我是中国人，凭什么他们医疗费全部免费由国家承担，我们的医疗费要自付？听了这话，我愕然，这话怎么能说得出口呢？你该问问你自己呀、啊，你到底是哪国人呢？这么说吧，祖国是我们的妈妈。 妈妈爱每一个孩子。有的孩子嫌这个中国妈妈穷，于是他舍弃了爱他的中国妈妈，又认了一个不爱他的外国妈妈。现在他遭难了，不爱他的外国妈妈不认他，不理他，不管他。这时。 他无依无靠了，有再多的钱也保不住命了。这时，才想起了中国妈，他们说出这样的话，我真的想问问：祖国欠你们啥？你们腰缠万贯，脑满肠肥，为什么还要向这个并不富裕的妈妈搜刮？ 谁让你们目光短浅，不知道我们的祖国有多么伟大？英国汤恩比博士说：“二十一世纪之后，能够真正统治全世界的是中国人，因为中国有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中国。” 是世界的领航者，世界属于中国，中国属于世界，世界大同，并不遥远。下面讲第三个题目：三一代宗师语教于世。记得几年前。 我去看师傅。师傅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意：六十年，又一个甲子过去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圣人、贤人出现，没有大师级人物出现，是我们做的不好，愧对祖先呢。 师傅说这番话的时候是一脸的严肃，那种神情是我第一次看到。我当时想说点什么，但没敢说。这次写讲稿和同学们交流，我非常想把我当年没敢说的话说出来，一吐为快吧。我知道。 我这个时候说这些话，是很不合时宜的，也许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但我这一生就想做一个说真话的人，我不想把真话埋在心里，更不想把真话带进坟墓。况且我也没有坟墓，个人的荣誉路。 我早已置之度外了。我当年要说的话是：六十年，一个甲子，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圣人、贤人出现，有大师级人物出现，这个人就是上净下空老法师。他老人家的弘法。 已经超越了时空，超越了国界，超越了族群。我听老法师讲经说法二十年了，前十年是看老法师讲法的光碟，后十年我有缘十几次见师傅，近距离亲近他老人家，有人。 曾经让我谈谈对老法师的评价。我说，我没有资格评价老法师，我可以谈谈我十几次见老法师的切身体会，把一个真实的上镜下空老法师展现在大家面前。上镜下空老法师。 是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他是人，不是神。我们不要把他推到神坛上去。二零一零年，我第一次去香港见师傅，就像见久别的亲人一样，没有陌生感，没有距离感。 静静地坐在师傅身边，什么都不说，就是一种享受。那种祥和的场能，让你身心愉悦。师傅给我阿弥陀佛挂坠给我佛珠，给我一支带钻的笔，给我一个老人家写了墨宝的折子本，把海贤老和尚用的佛珠。 也给了我。那一天，我看到了同学们那种羡慕的眼神。有一位同学在我耳边说：“刘老师，师傅对你真好。”和师傅出国那一次，给我买的是头等舱。我、哦、不好意思，悄悄的问师傅：“为什么我坐头等舱？” 师傅告诉我，你有讲课任务，要休息好，要上飞机了。那个候机大厅好大。师傅推着小车，快步走在前面，身上还挎着一个装宝贝的小包包，就是各种证件。师傅走几步，就回头看看紧跟在他身后的我。 仿佛在说：“第一次出国，别走丢了。”从师傅那里，我找回了失去了二十多年的父爱。给同学们讲一个我出洋相的故事，大概是第二次去香港见师傅。二十几个人围着长条桌听师傅开始，齐老菩萨。 给师傅一个红包，说：“师傅，这个红包是供养您老人家的。”师傅把红包交给了工作人员。第二个就是我了，我以为是轮大军按顺序来呢。我跟师傅说：“师傅，我没有红包供养您，我用我今生成佛供养您。”师傅听了，满脸笑容。 连说好好好，好,好好好。事后，香港同修告诉我：“刘老师，你没有红包，不用说。你们看，我是不是典型的土老帽？上镜下空，老法师是一位爱国爱教的慈悲长者。二零。” 一零年四月四日，我第一次去香港看师傅。第二天是清明节，老法师起讲《无量寿经》。有香港同学问我：“刘老师，师傅讲《华严经》已经讲了四千多个小时，怎么突然改变讲课计划了呢？”我说：“我不知道啊，那就问问师傅吧。” 我问师傅：“为什么改讲《无量寿经》？”师傅说：“为了挽救劫难，《华严经》太长，来不及了。”我问师傅：“为什么选择在香港起讲《无量寿经》？”师傅告诉我：“离祖国近一点祖国会受益的，人民会受益的。” 周边的几个国家也会受益的。听了老人家的回答，我哽咽了。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爱国爱教的慈悲长者，为什么有人非要置他于死地而后快？我想不明白。是第几次去见师傅？我记不清了。那一次。 师傅跟我长谈了四个多小时，主要话题是教育。老人家说，必须改变现有的教育方式，这种教育方式培养不出人才。他提倡办一条龙学校，挽救中国传统文化。他说，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救中国。 能够救世界，能够救人类。老人家和我谈了他的愿望，他想在国内建立一所中国汉学院。他说：“汉学院的‘汉’就是中国。”我理解老人家在外国建立汉学院是不得已而为之吧。 那不是他的初衷。他想在国内建一所世界宗教大学，面向世界所有宗教，落实世界宗教是一家。老人家给我描绘出一幅世界宗教大学的美好蓝图，太美了，我都听入迷了。老人家说到这些。 简直是神采飞扬了，那种童心童趣显露无遗。一个多么可爱的老人！他多年以来始终念念不忘培养讲经教学弘法人才。老人家不仅在提倡，而且身体力行，亲力亲为。 实在令人敬佩，以其九十五岁高龄，还在力行。作为后辈的我们，真是汗颜呢。他力倡佛教要回归到教育的佛教，力倡所有宗教都要回归到教育，要把宗教教育找回来。凡是教育。 都离不开爱，有爱的教育才是成功的教育。可以这么说吧，老法师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宗教教育事业，尤其是献给了佛陀的教育事业。他当之无愧是一位义务教育工作者，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讲经说法六十二年不中断，就这一点，在世界宗教史上，在世界佛教史上，还能找到第二个人吗？如果用空前绝后来说是否合适，我不知道，但至少是空前，已经得到验证了。至于后面还有没有超过？ 上净下空老法师的，那就让历史来验证吧。他还有一个愿望，希望在有生之年，亲眼看见台湾和平回归祖国。老法师亲自写了十个字：“和平统一好，一国两制佳。” 压在他办公桌的玻璃板下，一个老人的赤子之心、爱国之情跃然纸上。现在，他老人家选择住在台湾，我理解，就是要了这个心愿。他要亲眼看到祖国和平统一。很长时间没见师傅了。 不能面对面聆听师傅的教诲，但那一次四个多小时的长谈，台湾回归祖国是其中一个重要话题。记得老人家跟我说，等祖国和平统一之后，台湾的军费省下来了，可以做三件事情：第一，办教育。 免费教育，第二，全民免费医疗，第三，办老年游乐园，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度晚年。我又一次感受到老人家描绘的蓝图是多么的美好。上净下空老法师。 是当代可遇不可求的一位圣僧，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圣者，一位真正的大师级人物。十年前，我曾经说过，我要把一位真实的上净下空老法师介绍给一切有缘众生。十年来。 我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多次向大家介绍了我所认识的生活在我们中间的真实的老法师。这是一位真正不为名、不为利的弘扬正法的法师。他是为佛法而生，为众生而生的。阿弥陀佛派到这个世界。 救苦救难的使者，老法师有多么慈悲啊！他早已来去自由了，这么多年的坎坷遭遇，老人家逆来顺受，没有一句抱怨，没有一句解释，宁愿留在这个世间为大众讲法。 他是留恋这个世间吗？非也，因为他不舍众生啊。尊敬的上经下空老法师有这样一段话：无论怎样艰难，无论怎样痛苦，都要忍受，要发大菩提心，要发大慈悲心。 哑巴吃黄连，有苦不要说，一直忍下去。一切屈辱都是考验我们的，关关都要通过。了了分明是智慧，如如不动是禅定。老人家还说：“与人无争，与世无求。”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和任何人争，不争不求，这样学佛你就顺顺利利，功力增长。无论顺境逆境，都帮助你成就，这是真实智慧。要甘心情愿的接受别人对你的侮辱，不但不怨恨。 还要感谢，因为他成就了你的忍辱波罗蜜。真佛弟子要忍人所不能忍，让人所不能让，行人所不能行。对侮辱你的人，不恨，不怨，不报复，要命我都给你。这里头有大学问，这里头有真功夫。 老人家还告诉我们：障碍我们的人、诽谤我们的人、陷害我们的人，他们也是本性本善的。我们要原谅他们，相信他们总有一天会良心发现的。原谅别人，快乐自己，这是正能量。老人家是何等的心量！ 如果问我，从二零一零年第一次见师傅到现在，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是师傅博大胸怀使我受益最大，使我懂得了佛门弟子永远不和任何人对立。他和我对立，我不和他对立；他不爱我，我爱他。 真情无限，大爱无疆，一辈子修忍辱。过去我说过，世界上没有我恨的人，世界上没有我不爱的人，世界上没有我不能原谅的人。现在我再加上一句：世界上没有我不能忍受的屈辱。这些。 我都是从师傅老人家那里学来的。九十五岁老人家，六十二载弘正法，艰难险阻不停步，度众无量早回家。大家知道，二十多年来，对《无量寿经》会剧本的批评。 对老法师的批评，都是中国佛教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老人家如如不动，用真心对待一切人事物，没有明文利养，念念想的是苦难众生，全心全意为众生服务。 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众生成圣成贤。佛门弟子要帮助人间帝王，把这个世界打造成极乐世界，让世界和平，人民安宁。老人家用他的德行感召着虚空法界一切有缘众生。 这正是他老人家人格魅力之所在。鞠躬尽瘁，终不悔；医德堪厚，普天清。孰是孰非，留于后人评说。历史是最好的见证。我要尽我所能，把一个真实的上镜下空老法师。 介绍给一切有缘众生，让这些有缘众生普沾法意这可能就是我来到这个世间的使命吧。我从老法师身上看到了什么叫大慈大悲，看到了什么叫心包太虚，量周杀界。 看到了什么叫无私无我，看到了什么叫智慧如海，变才无碍，看到了什么叫普爱，看到了什么叫如如不动，我看到了一位圣者的风采。上净下空老法师，永远是我生命中的恩师。 永远是我学佛路上的导师，不管老法师境遇如何，丝毫不会减少我对他老人家的尊重和爱戴。在这里，我要特别感恩一个我未曾谋面的人，这个人就是红林法师。你说，有人问你？ 怎样评价老法师讲的法？你的回答是：言言明心，句句真实，痛快。回答的好，你说出了亿万信众的心声。你慈悲劝诫那些诽谤老法师的人，你说六祖在世时。 诽谤之声从没断过，可是六祖传的是佛的心印。你告诫那些不知天高地厚者，你还没有发言的资格，你就发言，你就批判，你就叫嚷，你自认为维护正法，其实你已站在地狱火中。你太慈悲了。 你把真相说出来了，但不知那些狂人能不能听得明白？人狂到极处，变成犬，成犬就愚痴了，就听不懂了。上净下空老法师在代佛传法，而且传的是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法的唯一正法。 这是无上大法，没有比这个法更高的法了。你告诉那些没有醒悟的人，毁谤一个菩萨的过失，比刺瞎三千大千世界众生眼睛的罪业还严重。谨慎呐、啊，谨慎！大家可以想一想，毁谤一个传佛无上大法的法师。 他的罪业该有多重？我们亲眼看到，老法师不管走到哪里，总是被鲜花和掌声所包围，总是有那么多拥护者和追随者，总是在人们热烈渴求和极度崇敬的目光下走向法座。就是这个。 不知有多少人羡慕，有多少人嫉妒，但我们又有谁想过，老法师那种轻松微笑的背后，所饱含着的沉重？那是一种全心全意为众生着想的沉重，是一种鞠躬尽瘁、待佛宣化。 让正法永驻世间的沉重，那也是一种念念不忘众生苦，念念帮助有缘众生出离轮回的沉重。一位耄耋老人，把众生的生死大业一肩挑了。我十年前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今天的众生羡慕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的随行众。三千年后的众生会羡慕今天的我们。有人提出质疑，认为我说了什么什么，我没做任何解释，因为我既说了又什么都没说。十年后的今天。 我还是这样说，并且还要加上三句：能劝导一亿人念佛者，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一位弘扬释迦牟尼佛无上大法的众望所归的大德高僧，诽谤不得。上净下空老法师。 在佛教界乃至整个宗教界的地位和作用，无人可以取代，无人可以撼动，必将载入史册。这是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历史的必然。下面讲第四个题目：四第一弟子。 守护大法这个题目，前几节课已经讲的很多了，在这里就不再多说了，强调几个重点吧。第一，你认不认可你是佛陀授戒的第一弟子？如果认可自己是佛陀第一弟子。 就要承担守护大经的责任，这是责无旁贷的。守是守住，看好了，别弄丢了；护是看护、护持。第二，第一弟子要有第一弟子的样子。佛法为什么衰微？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四众弟子。 没有给众生做出好样子，因此，第一弟子一定要从自身做起，给众生做出好样子，让众生从第一弟子身上认识什么是真正的佛教，使他们认识佛教、喜欢佛教、信仰佛教。第三，第一弟子。 要做第一弟子该做的事情，要务正业，要分清主次，不要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什么是第一弟子该做的事情？讲经说法，化导众生是最最该做的事情。讲经说法贵在发心，不是哪个人的本事和能力。 心一发，佛力就加持上了；不发心，佛力加持不上。讲一部经好，讲一品经好，讲一首寄送好，讲一句经文好，讲一个专题也好，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和约束。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不能把经讲错。 采用复讲的形式比较稳妥，不能讲经说法的，向海贤老和尚学习，给众生做念佛成佛的好样子。不但自己念佛，还要劝别人念佛，这个功德和讲经说法的功德是一样的。第四。 第一弟子要做和和的模范。我们建六合镜道场，要靠每个人的努力。每个人都不说不利于和和的话，都不做不利于和和的事，大家都做清泉水，不就和和了吗？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和和的大家庭里。 该是多么幸福和快乐呀！下面用我十年前那首寄颂供养同学们作为第二次复讲的大圆满。昔日释家诸弟子，今朝娑婆来聚会，续佛慧命担重任。 弘扬正法度众生，待到功德圆满日，同归极乐见弥陀。第二次复讲《无量寿经》到此圆满了。最后，为了感念师恩，我和菩提心把感谢恩师教化我这首歌。 唱给师傅老人家听，也唱给亲爱的同学们听。听是讲法二十年，人生命运大转变，大转变，感谢恩师教化我。 今生一定回家园，一定回家园。感谢恩师教化我，今生一定回家园。无量劫来是生缘，今生有缘又相见。 又相见，待到莲池海会时，弟子已经换新颜，已经换新颜。待到莲池海会时，弟子已经换新颜。 今生有幸遇恩师，教我做个明白人，明白人。他这恩时教言走，佛门自有后来人，自有后来人。 踏真实脚印走，佛门自有后来人。感谢恩师教化我，今生一定回家园。待到莲池海会时。 弟子已经换新颜，听师讲法二十年，人生命运大转变，大转变，感谢恩师教化我。 今生一定回家园，一定回家园。感谢恩师教化我，今生一定回家园，今生一定回家园。 第二次复讲《无量寿经》圆满了，给师傅老人家的歌也唱完了。现在最后一句话是：“西方极乐世界，莲池海会，再见。”